Kings Creek Ridge 停车场，今天我们要爬 Mount Hood。 这个山每次上了 Kings Creek Ridge 都看到对面的 Mount Hood， 要爬很久了，希望今天可以顺利登顶。一路上是沿着小溪前行，现在到了河谷分叉的小溪分叉的地方，我们 take 左边这个地支河谷干河谷一直向上，前面又有一个 ribbon， 这条路就是时而在林里走，时而在河谷中穿行。沟壑纵横，又两个河谷分叉，这边有一个Ribbon， 你看一般 Ribbon 的方向就是对的，沿小溪向上，有一个 bushwhacking， 不过还算好走。我现在要沿着这个沟谷直接骑到山脊上，正确的路在左侧，直接上去。很陡的一个大陡坡，很陡很陡。是泥坡，然后上面是石头，再往上走很陡，上去之后就到了山顶，就慢慢小心。现在爬到了草坡上，前面有一群很大的山羊，很大的山羊，山友会一行六人顺利登顶Mount Hood，欢呼一下。Good job, guys!上了去拼一下。
上来了，贝克瑞奇顶峰，欢呼一下 ！Good job, guys！ 高兴，一心回家去。